好啦，好啦，我哋马上进行今日第一场嘅比赛。好，咁今场咧第一场嘅比赛咧，个级别咧就系75公斤嘅男子嘅拳赛嚟嘅。咁咧佢哋分别咧佩戴嘅拳套咧就系岑安士嘅拳套啦。咁拳证方面咧，我哋就有黄荣师傅，三位嘅裁判咧就系有江志雄师傅、李耀东师傅同埋陈丽丽师傅嘅。今次咧係一個杯賽啦，一共係有三個回合，每一個回合咧係兩分鐘嘅，而中場休息咧一分鐘噶。再一次多謝香港泰拳理事會啊，派出拳證同埋裁判幫手啊。咁啊，亦都介紹一下我哋裁判長，今日我哋邀請到係黃耀慶師傅嘅，俾啲掌聲好冇？駐場醫生，我哋邀請到陳錦平醫生，俾啲掌聲，多謝陳醫生支持。好啦，非常之緊張，今日第一場嘅男子75kg 嘅對決。嚟啦喎 ，DJ 海，我哋夹一夹先。首先介绍红国嘅拳手，佢系代表 Abira 嘅欧国俊。好多 fans， 好多 fans 喎。最中意呢啲尖叫声噶啦。佢代表 Fairy 蓝光嘅拳手陈家豪。呢一场系75kg 嘅男子组对决。哇！第一场就75kg，好紧张啊！好啦，再提一次咧，我哋今次呢一場嘅比賽係佩戴嘅係岑安士嘅拳套嚟嘅，非常之開心啊！嗱，第一場咧就個重量反而係擺到最前啊，一跳跳到上75kg啊！係啊，呢啲重量級正啊！第一回合，大家啲掌声大声啲好嘛？第一回合結束，哇！第一場嗰啲氣氛已經咁犀利啦嚇，好難啊！喂，其實咧好少拳賽咧就會咁特別安排，第一場就有咁
重量級的拳手出嚟同大家打噶咯。係啊，咁我睇翻咧，其實雖然咧佢哋嘅戰績咧就未係話好有經驗，但係咧我覺得佢哋都打得相當落力噶。係啦，咁啊，每一個回合咧，拳手係會有一分鐘嘅休息嘅嚇。好，助手離場 ，second show。係啦，所以依家咧搞拳賽咧，最緊要咧係有啲新嘅 concept 啊，俾大家。咁我相信大家拳迷亦都係非常之歡迎啊。好啦。第二回合，第二回合結束，唉，可能點啊？係咪重量唔同？我哋喺台咁近咧，啲感覺係咪又唔同啊？直情係聽住砰砰聲咯，有啲震撼嘅 feel 係嘛？係啊。咁啊，我都知道啦。咁你係之前係傷咗只腳啫，之前你都有打泰拳㗎。係啊。咁啊，嚟緊會唔會再繼續訓練先？你咁樣提起我，係咪覺得我都似係重量級嗰啲嘅？所以你咁樣講好多 fans 喺度喎，無論紅國同藍國都今日都好多 fans 嗌曬嚟支持喎嚇。係啊，最後一個回合啦，所以咧尖叫尖叫聲同埋歡呼聲唔好停啊！好，最後一個回合。非常之緊張啊！大家俾多啲掌聲好嘛？好，比賽繼續。
比賽結束。哇，非常之精彩啊！好啊，可能馬上介紹我哋呢一場嘅頒獎嘉賓，唔該。好，今場嘅頒獎嘉賓咧，我哋分別邀請咗有 AdSmart 廣告設計公司嘅吳日峰先生，有請。有請吳先生為我哋頒獎。三位裁判都係一致嘅，南方勝。恭喜曬南方嘅拳手，佢係陳家豪。哇！今次咧第一場第一次參加比賽咧，佢就旗開得勝喎。南方的 fans 在哪邊啊？是不是這邊啊？好了，也都給你掌聲啊，紅國拳手歐廣俊啊，也都是全力以赴啊。